今天下午来了一个网友，我们一起聊了很久。他是西安人，然后呢，家正好住在回民街那地方，我们是正好去嘛，然后就先走了一拨人，然后岳龙他们打车过去，我们正好坐这个老哥的车。现在到达西安的老城楼，这是南门。右转进入南门盘道，感觉还是很漂亮的啊。170米后靠左直行，请走右前方行这儿就是钟楼了，然后立即绕环岛掉头。我们是得在鼓楼去下，现在就已经是汇合了，然后走到鼓楼这边，因为鼓楼这边的话就是回民街了。好漂亮。以前的这个钟楼和鼓楼的话，它的这个作用是什么？报时。钟楼是早上报，鼓楼是晚上报，知道了吧？长见识吧。哎，哇，这个还没到十月一就那么热闹了。这边就是当地人叫的回民街，官方的叫法是西安莲湖历史文化街区啊。这是这个小吃天堂，对，各种吃，但是对，但是这些东西我们都塞漏啊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要到老街去吃，老街才是西安人吃饭的地方，这个都是卖给游客吃的，所以说不好吃，知道吧。哇，这是真的是好热闹呀。哦，这个感觉好久没有了这种感觉。在这边啊，全都是回民在这儿做生意，所以说这儿有个忌讳，就是喝酒啊，就来这儿可以吃小吃，可以吃任何东西，但是绝对不能在这儿喝酒啊。每家店面他都不允许你带酒进去，他也不会卖酒给你。带回家的，这是吃的，现吃的哈，现吃10元一份。10块钱一份，感觉要几份？感觉这个是红枣，其他地方是蜜枣，不一样。你要不搞一份吧？搞一份这个吃的，孙女他们也这个一起拿一份是吧？都起劳。对，然后我还要再要一个桂花糕。对，在最早的卖的那个桂花糕就是我。是吧？桂花糕大叔就是我。哦，是吧？桂花糕大叔。西安最早的桂花糕就是你卖的，是吧？最早的桂花糕就是我。啊，对，已经卖了好多年。来，我来尝一口。来，我来尝一口。对。你看看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红枣啊，红枣。对。啊。还对，吃起来有点像那个甜的，甜的那个叫什么粽子？哎，你那个就感觉。对，比那个劲道。上面有桂花，有山楂，有玫瑰。对，哎，是啊，这个叫劲糕啊，啊，这个是上面都是我，看，哦，看到没？舌尖上的中国，有，你看大哥上了舌尖上的中国，对，可以，绝对的好吃来，绝对的香，棒棒的，好吃不贵。经济有实惠，好吃吗？可以，对，绝对的好吃，绝对的香。西阳市这边就是老街了，我们就要来这边吃好吃的。什么板子工？各种，跟着那半仙走，他能带我们到这边很好吃的地方吃东西。我看他们停在了老孙家泡馍店门口，这家是吧？老孙家是吧？对，走，老孙家，对，这就是羊肉泡馍是吧？对了，好嘞，右左的炒凉粉来了，大家都会吃，好吃不？好吃啊！我尝一个，可以啊，吃啊，有点烫。哎，可以哦。叫什么月龙呢？挺好吃的。是吧？嗯，炒的真挺好吃，香香的。看着他们家这个取餐盘儿，上面居然有一个百年老店天下第一碗，哇，太狠了！我很期待，是什么味道？它不就羊汤吗？涮牛肚，肉佐都基本上就没有主食，这两份感觉还不错。我觉得肉佐吃的话，一会儿还能吃下别的东西。
所以你们我们这一人一碗泡馍，估计干饱了就。我的豪华型羊肉泡馍来了，来看看，它的里边已经给我放了一点点这个辣椒了，就不是纯清汤的，我还想像月龙那样吃个纯清汤的。它是牛肉的，我是羊肉的啊。然后我先尝一口它这个，就是没有那个放这边这个泡椒的。好的，我先尝一下。你那个甜的，没事。确实不膻，可以。我终于吃到不膻的羊肉泡馍了，之前吃的特别膻。然后这个肉啊，就四片，这，对，我在想普通的它有几片，可能就两片或者一片啊。再把这个辣椒放进去，它这有点像剁椒。辣椒少了，可以可以。然后一定要吃这个糖蒜啊，糖蒜，那才好吃。它弄得红彤彤的，辣椒少。这一碗下去，饱了，别饱了。嗯，点心费吗？那得吃一半吧。谢谢。你们这边吃剁椒吗？嗯，这个羊肉还可以。应该吃那个面条叫剁椒面。但是我想喝一口汤，就不像月龙那个有那么汤。就是我这个快糊住了。然后这个泡馍啊，按道理来说应该是自己掰，那他们这个是机器给掰好的，现成的，然后拿来煮，煮好了端上来。板椒味极浓。这个小草看起来明显要好吃点。小草什么？我就跟你们说了，我小草泡馍，也是泡馍。就是我就想吃一下羊肉泡馍吧，羊肉泡馍名气大嘛。我觉得但吃起来，我们早起去吃那家。对，但吃起来真的，味道来说的话一般。羊肉泡馍，那你这个是牛肉泡馍？羊肉泡馍59，我38。59啊？啊，四片肉59啊！哇天了，这太贵了。好了，喝足了，打完收工。哎呀，这个泡馍。并没有打破我这个固有的这种思想啊，就是我这一直就没有吃到特别的好吃，然后这次依然也是给我的是这个感觉，然后还特别的贵，59块钱四片羊肉，这确实是颠覆了我的这个想象，确实有点贵了。然后我们继续往这边再逛一逛，看有什么好吃的。据说这边有一家烤肉还可以，我们到时候去看一下。然后这个羊肉泡馍呢，我个人是觉得没有水盆羊肉好吃。对，我觉得水盆羊肉比羊肉泡馍要好吃。吃完了泡馍呢，我们再逛这边的这个老街。后街这边，哇，好长啊！我们逛了好久。然后这边都一直都还有，简直是太热闹了。这边就是这边的话，就是灯火没有那么通明了，比较黑。这一条街是西安人本地人来吃的一条街，我们刚刚啊还是在回民街吃的，我还一直以为是来到他们当地人吃饭的地方来吃正宗的，结果还是给外地人吃的。我是说那个泡馍怎么感觉不是很好，哎，就感受一下是吧。好吧，那来这边看看有什么好吃的，关键吃不下了呀。我还吃得下，我有肚子。肉佐没吃啥。那肉蛋双飞夹馍是吧？主持人在这吃现场。哦，华少是吧？华少来吃过的，我们也来吃一下。肉蛋双飞，哇，看起来感觉还可以。
我说怎么会有这个炸鸡蛋呢？原来是夹夹馍的东西，蛋黄。还好我留了点肚子，月龙在那边就已经先把那个泡馍吃了，那个肉夹馍吃了。好，这是甜的咸的？咸的，他们咸的啊，没有甜的，没有甜的。哇，还有辣椒，看起来不错。然后一个蛋黄，两个蛋黄，我给它拍，压压扁，放进去。哇，好豪华啊！不切不切，就这样。看看这个肉夹馍，就是这个样子的。你吃的是啥？肉蛋双飞。好屌的，20块钱这么一大个，我来尝一下。咋样？好吃。它有这个就是大头菜。哦，增加那个咸味的。对，然后牛肉，然后蛋黄。蛋黄是咸蛋黄吗？不是。就是正常的蛋黄吗？咸蛋黄。咸蛋黄。我就说它这个应该是咸蛋黄的。好吃。我吃一口。哦，什么感觉？是不是很满口？我嘴巴都吃，要真的很辣，就是吃起来很舒服，是吧？好，我们现在到这边新亮烤肉店，继续再吃点烤肉，据说他们家烤肉还不错，来看看，还可以啊。过来看到有这个槟榔葫芦，好乖啊，赵小西，两颗槟榔葫芦。是哪个？一个套餐五块哦，一个套餐五串啊。开盖仪式，好乖啊。对。你要吃哪个？串两个。你要吃哪个？让阿锦先选嘛。阿锦先选。我不要吃，你不要吃。这个是蓝莓的。这个、对。对，应该是蓝莓和那个。我吃个草莓的。是的，是的，那我也吃个草莓。草莓加蓝莓。那你吃。我不要。我吃个这个。你吃草莓。好，这都是我的啦。对，都是你的，吃吧。啊？我的就被我吃完了。我们这个糯米的加山楂有点搞笑了，这个味道。是吧？嗯。它糯米是甜的吗？没有味道。糯米本身没有味道。那可以。逛不动了。这个回民街还是有点深，这个巷子还是有点深。然后我们现在就拖着疲惫的小身躯啊，做的视频说我们工作到凌晨3点是常态，好多家人留言说不要熬夜，你看我不熬夜了，早上爬起来做的视频，现在正在上传，现在已经是早上的11:10了。好，准备烧个水，洗个热水澡，舒舒服服的开启新的一天。走，把这桶水加进去，然后再提两桶水就可以了，因为肉肘还得洗。我现在给它加水。哎，加起走。哎，可以了。好久没这么加水了，因为不这样加的话，我得开车到厕所里边去加，就很麻烦。那我要来改一下我这个车，把我的乘用车改成货车，因为我得再去打桶水，打桶水的话就用这个车把这个座位给取了。好，这就可以把我的水桶放上来了，我把桶给拉上来了，就这样瞬间从这个乘用车变成了货车。走，你打水去。到达目的地，车停好，拿着水桶接水去。这边水压是相当的大，一会儿就能灌满一
一桶有，够你吃一壶的。这就算打完了，继续给它放到我的小货车上。一会儿啊，我准备试一下，看它，看这个车能不能放到我的前排座。要是能放在我的前排座的话，那等我们改完车从中门上的时候，这个车就直接可以放到我的那个房车里边了，放在副驾那个位置。那我们今天的午餐就到了，今天中午吃胡辣汤。我说这怎么会有一滩水，我房车这个地方为什么会漏水呢？你看这不停的在滴水，这是什么水啊？我晕。看我们这个，你可以先吃抹呀。对，胡辣汤。但是中午多吃点没事，下午我们做点运动。配上这个肉夹馍是吧？啊，下午做点运动吧。这是什么肉的？牛肉的吗？昨天还没运动啊。这一天天一天天的就运动。胡辣汤是还要自己放辣子是吧？要。对，我先喝口白的。好了。嗯，好了，我这味道可以。有喷辣子啊，原来胡辣汤是自己加辣子。辣不尝的就是香不辣，做放看我辣椒。那我多放辣子。特别喜欢吃辣的，今天辣的我觉得这个可以啊，外卖还可以。那你家楼下的那个，那个比这个还好吃，还要好吃。对，我不敢想象是什么味道。啊，这个可以，这个。嗯，你看它这个，我觉得这个味道就已经很像一家连锁店的。哦。土豆、嗯、白菜、胡萝卜。你看楼下那家，他生意好，他从来不开连锁店，他只开那一家店。啊、我觉得啊。这个美食啊，不用去那个，不用去那个回民街，我觉得这些外卖就很好吃啊。这个肉夹馍，这个肉满满当当的，全是肉，很爽。对，然后配上这个胡辣汤，这个辣子越放的越多越好吃。我刚刚又放了两瓢辣椒，超级香。吃完了早午饭，我们这个太阳有点蒙蒙出来了，我去看一下。看一下我们发电怎么样，再给这个移动电源和这个充电宝充电的情况下，只有60瓦的发电，这个太阳不给力啊。这个就没有办法去给它补多少电了，现在59的电量。我天，就是我们的腐败生活。哼，吃完了午饭又开始水果完了，一会儿下午又下午茶，是吧？每天就是吃啊喝呀。来吧浪浪，我们走去遛个浪浪去。哎呀，我们遛它。你这，对，今天还没遛，到现在都没遛。到小树林里边去。嘿嘿，小样啊，今天气温明显升高，有这种朦朦胧胧的太阳，就是太阳又不是很大，但是呢晒到背上又热啊，这种太阳是很烦的，就是你充太阳能板吧又充不了多少电，但是呢晒的身上还热。